今日下晡是咱由国家人民所举办，咱要来追究责任，来会当实现咱的公义。咱下晡除了游行，咱搁来伫咱这个所在，会当甲大家三甲见面。咱来看一个外来的政权，会当伫台湾，这个政权是腐败专制，伊要维护伊的政权，所以伊会当来台死台湾的精英。这么多台湾的精英，拢是咱台湾的律师，拢是咱台湾的医师、教授，甲社会足济人士，总共两三万人，因为因的霸道将台湾人，迄个时阵足济会当替台湾贡献的人，全部来甲伊斩杀。我会记哩，我哩做国台代表，迄阵是1986年，啊，佮戒严的时阵，阮伫内底开会，隔壁坐拢是政治单位的人哦，议堂内底，阮的位置边啊，头前后壁拢总是就请教律师，就是做国民大会咱民进党的召集人，这是20几年前的代志。你甲看，全世界哪有议事堂内底会当派政治单位入去甲内底，亲像国会议员坐踮遐，甲在野党、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将啊坐做伙。啊，你若要开讲话，爱着甲你掠出去。阮达到开会，达到着互掠出去。啊，掠出去，有拄时啊，着下伫公车的顶悬，将啊甲你掠出去台北市西街。有拄时啊，掠出去，着关伫国民大会内底的餐厅，啊，将进步部队甲你围掉的穿甲你压，只会过去，你就会当看出国民党的本质是一个专制的本质。你甲看即卖马英九政府，其实把咧事实慢慢啊，要搁好甲伊模糊掉。马英九学者会来参加其他的活动，学者伫迄个场所，伊会流两粒仔目屎。但是伊流两粒仔目屎，伊来参加了后，伊所做的每一个行为，对一项是要将这个事实来甲展现，对一项是要将这个公义来甲实现。伊会展出，慢慢啊，将过去二二八的真相，你甲伊暗藏。所以二二八，咱来看马英九政府的展览。公布遐个过程，慢慢啊，你将二二八的真正的事实，你甲伊砍掉。如果未来若是有一天，国民党真正甲共产党来结合，如果有一天，若是白吉拉相共发生64年前的代志，台湾人民咱家己要当家做主，建立家己的国家，结果。因来联合派军队来甲咱镇压的时阵，咱就要开始思考，咱要安怎？所以民进党或者脚步滴大，有拄时啊，下脚无遐平稳，但大家爱来甲阮监督。民进党若做唔好，大家甲阮讲，甲阮骂，甲阮指正。民进党的每一个党员，包括每一个来伫领导民进党的领导者，嘛是有责任。爱来做好领导的工作，爱团结，袂当伤害台湾，袂当伤害台湾人民，袂当伤害民进党这个党。我想，民进党家己内心爱有足深的检讨，爱有足深的认识，就是爱团结。咱不但爱来维护台湾，咱嘛爱顾台湾人民。恁讲对还唔对？真济，咱的是人事、政党、政府。豆豆，你来袂记228一天，咱绝对袂当袂记哩，因为228是台湾崛起的日子，所以真正讲台湾追求自主独立是228开始的。大家讲是无？
马政府执政了，因为轻重的政绩，才来篡改咱的历史，来蒙蔽咱的这历史，来抢回对二二八的解说权。咱绝对袂用容忍这款代志会予伊成功。马政府轻重的政绩，推动终结统一。这就台湾啊，推入被并吞的这陷阱内底。今仔日的台湾，甲六十四年前的台湾，有一挂正类似的所在。大家唔知有感觉到无？这两个无同款的，这文化社会接触的时阵，咱六十四年前的台湾。是比较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台湾，才去拄到贪污腐化的中国的掌权者、掌权者掌权的人，就台湾杀入万劫不复的这地步。台湾的台湾人的民主、台湾人的自由，拢受到压迫，国家演变个老会。大大屠杀大屠杀，今仔日纪念二二八，观念是上重要，非常重要的。咱唔通干那将二二八当作正单纯的一个历史纪念日，来咧甲纪念。咱今仔日爱唤回、唤起咱台湾人的自觉，看清楚马政府的真面目。看清楚马政权伊的中国特色，咱今年就以这起码保台做咱共同打拼的目标，好无？